到了岁末这个期间，公司行号民间团体冒菜送礼活动相当的多，其实嘛，拿向宜兰联合款木基金会来购买着连款礼券，作为贺礼也是奖品，摕着礼券来消费，合作爱心商店对提半部分的经费来作为社福使用。宜兰县社福联合款木基金会发行爱心礼券，每一张是100元，而回收到的回馈金将会作为县内社福机构团体的经费。而即马拄好年终要挖紧过年，公司行号民间团体活动真多，基金会鼓励社会各界会当买爱心礼券，当作贺礼也是奖品，消费兼做公益。在这个岁末寒冬之际，许多的企业团体、公司行号都会举办一些活动，例如尾牙、感恩活动等等的。推荐大家来响应宜兰联合畜牧基金会所发行的爱心礼券，一方面可以做爱心，一方面又可以鼓励员工。希望大家多多响应。民众买礼券会当到县内101间门口搭有爱心商店标识的店家去消费，有大型文具店、大卖场、目镜行、餐厅，种类相当的多。而爱心商店每一张礼券会提半5元出来给人看，虽然讲金额无多，但是积刷成塔，相信会当帮助到人款。那可以持这个面额100元到宜兰县内加入爱心礼券的商家，共有110家可以到那边去消费。在消费的过程当中呢，每家商店会提拨5%作为捐助宜兰联券的费用。我们筹募的经费，像我们会用在一些身心障碍者的寒暑期的辅导课程，或是呢身心障碍他们的空间的改善，还有就是一些老人机构的他们的一些机器设备，例如像氧气机等等的。那我们这些的经费呢，都会透过我们的委员会来做评议，然后把钱真正的花在刀口上，让受惠者可以得到实际的帮助。想要买连款礼券的话，会当向基金会预订，欢迎社会各界同齐响应。宜兰新闻记者魏德涵采访报道。